主料百叶辅料葱丝辣椒油白糖酱油盐味精麻油醋少量用餐人数一到两人将葱切成细丝百叶洗干净入沸水锅中煮熟捞起晾凉切成细丝装上盘上面撒上葱花酱油辣椒油白糖精盐麻油味精醋调成红油制成味汁淋在肚子上即可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